好啦，即将登场的是我们丑林队带来的表演哦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天的表演是他们苦练已久的个人拳击，现在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加尖叫欢迎他们上来开始。首先登场的是饰演甲班臭屁孩的黄一武，请掌声鼓励。 非常优雅的动作，等一下就不一样了。丢上去变流星好了。来，准备了，精彩的要来了。请掌声鼓励。 掌声鼓励！好，接下来呢，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六连甲班的陈伯君，来，班长来陶心多，好了，五连甲班的陈伯君，请掌声鼓励。那个，等一下啊，阿伟准备好，大家帮他鼓掌一下，然后他好辛苦哦。
块钱，好厉害哦！哦，给掌声鼓励！好，我们用掌声谢谢他们哦。